晚上好。欸，那我们今天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《宅男的人间冒险》。这个游戏的作者是史碑，也就是 Kill 的《人间冒险》的作者。他那个Kill 人间冒险到现在是印象深刻的，我现在还可以回想起来那个他的 CG 图的部分，超酷。他就是这个新游戏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玩看看吧。来玩，输入你的名字，赶紧输入名字啊、喔！先输入我的生日啊、喔！这游戏优质真的假的？小黑们晚上好。这游戏优质真的假的？你这样讲到好兴奋哦、喔！可是要先输入名字，我想想看。啊，决定了，就这个，胆大心细。我决定了，就这一个9527，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终身代号9527。来吧，9527，该你上场了。我的名字叫9527，今年18岁，嗯，没有错啦，每年都18岁啦。平时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当一个废人。咦，18年以来，我都是自给自足。等一下，18年自给自足，所以代表说你连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，你都是靠自己吗？屁嘞！那这个卫生纸怎样？因为我没有女朋友，管他小、啊，好像感受一下谈恋爱的滋味哦。哦，是哦。为什么要单身18年？看单身26年都没在挨了，你在挨什么？我好想谈恋爱，9527也想谈恋爱，不要想了，9527，东西，叮叮叮叮，啊！今天不是周末啊，为什么闹钟会响？明明可以睡一个懒觉，要睡懒觉，不管了，继续睡。啊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约网友吃饭，第一次见面。赶紧起来漱洗，要给对方一个好印象。先把空调关了，不要，我要先存档。哦，它这个本身有自动存档，是吧？我没关系，我还是先照样就先用一下。啊、空调关那个吗 ？Get， 冷气空调，把空调关掉。把道具栏的空调油漆拖到空调处，尝试关闭。哦，哦，为什么空调我没反应？遥控器出问题了。空调遥控器哦，这可以帮他翻面，他应该没装电池吧？北齐，我昨晚到底怎么开空调了？房间有备用电池。哦，那这是什么？缺了头的模型，上次被亲戚家孩子不知道弄丢到哪去了。找回来把模型拼完整啊！拼完整有什么东西吗？世界有点混乱的漫画单行本，作者是个很勤奋的人，连载以后从没休刊过，这是在嘲讽谁？是不是？这种卫生纸，先把空调关了再说。为什么看卫生纸你要把空调关掉呢？是 Kill 的玩偶，去年的动漫展上买回来的。PS1 的记忆卡，小时候回忆都在这里。日常开销记事本，没什么有用的，每个月都花光。我有看到那个啦，可是我暂时不想拿而已。没什么特别的，不是玩电脑的时候。朋友送海报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贴在墙上了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从这边先拿这个电池，还得把包装拆掉。哦，还要按那个才有办法翻过来。get， 然后再来应该是直接把它拉过去吧。翻过来，谁子挡车塞不过去？看我被他鄙视智商了吗？噔噔 ，get， 应该能用了吧？哇哦哇哦，滴滴，自动存档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准备一下出门，不能拉他见网友啊。毕竟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，出门前记得先尿尿、刷牙、剃胡子、刷牙。为什么这声音又那么写实啊？打刷干干净净，顺便把脸也洗了吧。其实镜子里我真的蛮帅的，简直脸狂。
麻蛋，他要先洗澡，洗澡用的花洒，哦，他说的是水龙头吧？那、啊、你要洗脸吗？用这个洗可不可以啊？紫色拖把，钱包放在这种地方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剩下五个零件赶走，这是什么零件啊？头部零件 F， 啊？普通卫生纸，憋好久了，要干嘛？瞎巧啊！哦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哦。真舒服，是吗？哎、欸，这有一个头部零件，还有四个零件。昨天你洗衣服没拿去晾，每期有先晾啦，你到时候臭掉你就知道，那味道有够恶的。排风口有空要清一下。出门前尿尿、刷牙、剃胡子啊，剃胡子哦，对的，剃了胡子的我会显得更帅。你哪来自信啊？我操！把你的头毛也剃一剃吧，眉毛剃一剃吧。层次到处都是，这下既干净又帅气。哎，人家这个好香哦，你真的可以帮他剃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头部零件 C，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头部零件。哦吼，这有钥匙。这是什么？充电宝。这是密码箱，密码就是我自己的生日、月份和日期。哦，9527码的。哎、欸，又找到一个头部零件。什么？我的交达部件会在密码箱里？谁会知道这种东西？哎、欸，这还有东西。哎、欸、喂，还、欸、有一个，剩一个，在哪里啊？电视遥控器，39寸液晶电视。啊，走错了。所以现在是要先把那个头部零件都找回来，是不是？找完再拼。一盒卫生纸，啊，卫生纸怎样吗？哦，可以抽哎、欸！我每次抽卫生干嘛、啊？看头部零件，瞎搅啦！找到，走齐了。啊，拼好吧。喂，拼好不是啊？这个应该是先过来。等一下。我其实不太会拼那种东西，我从来没拼过。哎、欸，它有没有原版啊？如果原版的话，我或许可以尝试拼出来啦。这到底怎么组啊？黑的先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再来是这一个。哦吼！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，这什么东西啊 ？Get 头部拿到了，然后再把头部放在这吧。太好了，我把模型复活了，模型高手，零件居然各散东西，以后不准别碰我模型了。啊，然后现在呢？他这边会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干嘛吗？草治安，能自如毁用赤色或紫色火焰攻击敌人，既可爱又帅气。我的银行卡千万不能弄丢，所以我的钱包每次会保管好，不会乱丢。那是谁把钱包丢在那个水桶里面？那所以现在呢？充电宝，那有电吗？哎、欸，哦，这有他的手机耶。不想拍照。这是从网上认识的妹子，今天要跟她见面了。第一次跟这么可爱的女生单独约会，心情真的很激动。这会不会是帅气的自拍？并没有啊。忘记什么时候拍，没什么特别，就是天气不错。那这个什么人气虚拟偶像错音，靠背，好错音，好，我知道什么，强而有力的右手，果然是健壮非凡啊。三文鱼盖饭非常好吃，有机会再去吃一次。我们要看妹子啊，干，